大家好，我是阿顺。今天我会跟大家讲一件事，就是关于我那么久没有上影片，就是有个原因呢，那个原因就是懒惰。Nice。对，懒惰。就在几个月前，就是 MCO 吧，MCO 就开始，就是没有什么上影片，就是在家睡觉。逛 game 吃啊，就这样。在上几个月，我的一个朋友，他就一直提醒我上传影片啊什么的啦。压死啊你！啊，就一直催咯。然后我一直想了很久了，然后就录了这一段视频给大家看啊。也谢谢之前支持我的人。其实。我也有开心的一个频道，那一个频道是全属玩游戏的，就是王者荣耀之类的啦。如果你们喜欢看我玩王者荣耀啦，有兴趣的朋友就参考这里，然后去订阅。我现在上传的这个视频的频道是 Playblog， Plan。吃的之类，还有一个是，我用什么剪辑哦？剪辑就是我用的个 app 就是那个剪辑啊，剪辑。最近有更新的，有更新就是素材会变比较比之前还多，现在剪也是比较容易剪啊。如果 有的朋友是用。手机录制的话是可以用剪辑这个 app 去剪。如果你们想看我拍什么影片，就可以在这个影片下方留言给我知道，我会尽量拍给大家看。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吧，就是比较难了，尽量做好看的视频给你们看。还有记得 follow 我的 IG。哎，还有，记得按赞分享。和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大家。